今年台湾最重磅的艺术展览来了。奇美博物馆近日宣布5月2日即将开展从拉斐尔到梵谷英国国家艺术珍藏展，这是英国国家艺廊200年首度来台，从15世纪文艺复兴到印象派，50位艺术大师以52幅精彩真迹呈现横跨400年的西洋绘画史缩影。从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、光影大师林布兰到印象派大师梵谷，原本只在美术课本读得到的神作即将在台湾登场。5月要不要一起冲一波台南，留言告诉我。